嗨，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这是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声音也是使用我的声音与语气，而且还可以翻译其他语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最近我会弄一个教学。如果你也想玩的话，点击留言里的连结吧。Hi everyone, I'm Ada. This video was created using AI, and the voice you hear is also generated using my voice and synthesizer. Moreover, it can translate into other languages. If you're interested, I'll be creating a tutorial soon. If you want to try it out,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s. 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那相信大家最近看过很多 AI 的相关应用，像 ChatGPT 啊，它可以协助大家去进行各种的工作。那 Midjourney 跟 Stable Diffusion， 它可以画各种漂亮的 AI 图。以上种种啊，可见啊，人工智慧它发展非常迅速。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啊，用简易的 AI 数字人来制作影片的方法。那之前我们介绍过一款 RSK AI 啊，让 AI 用你的形象跟声音来制作影片，可以将原本中文的影音啊，好，直接用你的声音改配成啊其他国家的语言。而且那套应用啊，最厉害的是它连嘴型都可以完美配合，当时就非常非常厉害了。那现在有更猛的 AI 影片制作服务 HiDream， 它除了可以做到啊，像刚刚开头中英文混合的一个讲稿以外，而且最厉害的是，刚刚开头讲的那一段影片啊，全部都不是我亲口讲的，而是透过 AI 学习啊我讲话的影片来训练之后，我直接输入我想要它念出来的文字，直接产生的影音内容，那整段影片都是 AI 产生的，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是不是非常厉害？那接下来阿达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HiDream 要怎么使用。那首先啊，大家可以点说明栏里面的连结哦，进入 HiDream 去注册登录。我也会在说明栏里面啊放我们网站的教学，大家可以直接从这边点进去就好了。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它就会有让你用 Google 账号或脸书账号去注册登录哦。这边我直接用 Google 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看，我就直接选择我 Google 账号。好。这样就进来了，非常简单。那如果你用阿达的连结啊，你就可以免费啊产生一段影片。那我自己啊也可以多出一个影片制作的 quota。不过啊，不管是再多人啊来使用我的连结啊，官方有点小气啊，目前最多啊每个月也只有4个 credit 而已。那接下来啊为大家简单介绍里面的几个功能。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画面哦，就是 HiDream 你注册完进来之后的画面哦。那他会问你一些问题，要看你的职业啊，或是你的用途是什么。好，那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就好，直接按下去，然后就直接 continue。好，我们简单回答一下问题，这样子啊就已经完成了，非常非常简单。首先大家可以看，在上面就有 create avatar， 就是创建你的一个虚拟人像。下面啊有几个选项，第一个是 instant avatar， 上传一段影片，它会用你的形象跟目前的场景来产生啊一个训练的影片。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上传一张照片，比如说你人站在那边，最好是站直的，他手会有一个范围，他可以去做动作，会直接用你的照片，好，然后让你的嘴巴跟眼睛去动，配合他的嘴型去做影片。那第三个呢是版型，第四个呢是 AI 产生。那我这边呢大概先简单带大家先做一次。首先呢我们先点击这个制作我们个人的一个影片，这边会教你好它的范例影片是怎么做。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边呢我们选择这个，我要产生影音内容。好，那这边它会有一个简单的教学。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跳过，大家再看我做就好。那这边我们就先上传一段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建议大家是要在一个地方先坐定，然后一个像我这样子的背景。你可以选择在咖啡厅或者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原则上你的摄影机就是不要乱动，然后拍摄你的半身。那你可以边讲话的时候戴手饰是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做太大的手饰，譬如说像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不要遮住了脸，大概简单的像我这样子讲，不要超过你的胸口。那像我这边呢，我已经有之前拍的影片的开头，好，那我这边就已经做了一段，那我就直接从这边去上传一段影片，他可以稍微看一下。好，这是我开箱那个投影机的时候。就是你坐在一个定位，然后这样讲。但是如果你要拍类似像这种影片的话，最好是前面都没有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是它这边有一些确认，比如说你的脸是不是一直在里面啊，这些条件你自己确认哦有没有符合。那我就按下一步。
那接下来他就要做一个确认动作。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在做这个 AI 影片的时候，会不会说任何人都可以用我的造型来做 AI 影片？原则上啊，这种事情并不是不可能。你像现在的 Deepfake 啊，或很多 AI 应用都有这样子的东西。那 HiGen 它本身是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证，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画面，它会要求你录一段影片，好，它上面会有一段字，你要照它上面所写的内容去念，来证明说你是个真人，而且你是本人。那接下来我们打开相机跟麦克风，我们就允许。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录了。我千大圣特此声明，我授权 HiGen 使用我的视频来制作 HiGen Avatar， 并在我的 HiGen 账户中使用它。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录哦。我千大圣特此声明，我授权 HiGen 使用我的视频来制作 HiGen Avatar， 并在我的 HiGen 账户中使用它。完成。这样子就代表你已经录完了这个画面，它本身已经把你的形象跟你上传的影片去做对照，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啊有人盗用你的一个的状况。那这边呢，它就会要求你输入你自己的名字，然后这边性别我们设定男人就好。那这边看你要不要输，哦，像我们不要，我就直接这样子。那接下来就等它自己产生，它就会自己去上传我们的影片，然后去训练。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等它一下，等它训练完。Later， 这边上传完了，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等他一下，好，他这边就有一个 0% ready， 就是他正在训练中。好，那接着我们稍等他一下，好，让他训练完之后，我们再继续使用。A little later， 好，训练完成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看我们刚刚上传的影片。你好，电脑王阿大，你的 Instant Avatar 已经准备好了，马上用它来制作视频吧。别忘了点击反馈按钮来分享你的想法，希望你喜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呢，都不是我讲的，那个系统它自己用我的形象，然后产生了一段欢迎使用的一个影片。接下来你如果要制作影片，很简单，你这里有一个 Create Video， 它会有让你分你要做直的还是做横的，好，都可以。那假设我们先制作个影片好了。那接着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我的形象在这里，那这里已经有一段文字了，那我可以直接点下去，它就会直接用我的声音来产生声音。Welcome to the new era.Video creation with HiGen. Simply type your script to get started. 有没有？就是我的声音来念这段稿子。接着呢，我现在随便选一段我们的网站的内容，然后复制上来贴上。那刚刚复制完了，接着呢，我把这边的文字贴上。好，那我们来制作看看。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相信最近大家看过很多 AI 的相关应用，像 ChatGPT 协助各种工作， MJ SD 画图，可见的人工智慧发展之迅速。之前我们也分享过用剪映的哦。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预览呢，它并不会有动作。如果说你没有正式制作影片之前，它会先让你听看你的声音对不对。如果说你是英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中文的话，它很多同音字，电脑王阿达，它常会变成电脑王阿大，可能大家都要用其他的字去替换掉，让它念正常。除了这样子以外呢，哦，你也可以用 Audio Screen， 你自己去上传一段录音档，然后让它来念出来，暂时也是可以的。不过呢，原则上我们这次先用这一个。如果说啊，你没有梗怎么办？那这边还有一个 ChatGPT 帮你写文案的哦，你可以叫它用这个内容，叫它把它弄得专业化一点。然后让它再产生一次，或者说你给它题目，今天我要介绍这个 HiGen， 你给我个几千字的一个脚本，哦，它就会去产生出来。那因为这个它是英文的部分，所以它这部分会变成英文，但是大家可以看它内容也是正确的。好，那这边我们就先不展开讲。你觉得听起来声音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按下去，它就会问你要不要制作影片呢？那制作影片呢，它是要扣点数的。哦，所以它并不是免费的哦。他就跟我说我没有点数哦，因为我是免费的话，我最多只能做一分钟以内的。那我这个影片呢，已经超过一分钟了，那我把它改短一点，用另外一段文字，我们再来试一试。那我现在用另外一段文字，这个秒数是42秒，然后也产生完了。那接下来大家直接看，电脑王阿大，这是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声音也是使用我的声音与语气。而且还可以翻译其他语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最近我会弄一个教学，如果你也想玩的话，点击留言里的连接吧。 Hi everyone, I'm Ada. This video was created using AI. 有没有很厉害？那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啊，我们现在再回到 Home 这边，哦，
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上传一张照片，或者说直接啊，哦，用它里面的造型。那像我这边，我已经有一张我的造型了，哦，我就可以直接用它来产生影片。哦，那一样是输入文字，然后让去念。Welcome to the new era of video with HeyGen。那可以用我形象来念稿。那这边哦，这边我可以切换，因为在这边它预设是个女生嘛，那我就改成我的声音来念是。Welcome to the new era of video creation with HeyGen。Simply type your script to get started。那它做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我其实我已经做完了，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是传一张啊照片的话，它做出来就会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大家看一下。哎，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这边呢是日本的那个表参道，哦，那可能那个现在很多人都会来日本嘛。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画面就会摇头晃脑，因为我手插着，所以他手不会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站着的话，他甚至会有一个简单的摆动的动作。那在这边呢，他其实会有很多版型可以使用。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那这边会有很多版型可以使用。那当然，你不要用自己的话，你可以用他的。With HeyGen, simply type your script to get started。做出来会像这个样子。好，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用的部分是在这里。那第三个呢？哦，就是版型。版型大家可以看啊，它这里有很多很多版型。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来做测试。这个好。这个全部都是可以修改的，像这个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形象，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选择这个新闻的，它有很多种，像娱乐啊、新闻啊、教学啊都有。好，那你在这里的版型里面，你都可以自己去做修改。大家可以看，以这个范例为例，好，它还有一个记者在讲话，好，然后这边还有照片。好，如果你要用这个版型的话，那我们就直接选这一个，哦，它会跳到编辑那边去。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要他念什么，譬如说你可以输入段文字，哦，譬如说你要做个教学什么的，哦，那这里的一个新闻看这些字都是可以修改的，甚至连这个人，哦，他都是可以替换的，你可以替换到旁边的这里其他的人物形象你都可以换，甚至你自己的形象也可以换，哦，那里面这个呢，那里面的照片也是你可以自己换的，所以它这个版型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哦，这边呢我就不展开讲了。那第四个是讲到这一个 AI script， 那这一个呢，它就是说，哦，像我们在拍片的时候，你可能怕说没梗怎么办？哦，很简单，你就在这边教帮你生梗。以这个为例好了，题目就设这个，那输出的文字呢，我们就选中文，那口气就是专业好了，生成。这样子，它连脚本都生给你。如果你这样子还不会做怎么办？他这边还可以输入网址，哦，我直接输入一个电脑阿达里面的一个文章哈，直接贴上网址，然后请他用中文去产生脚本，然后再重新产生，他会自己去读这个网页，然后产生一个脚本出来。当然，你这个脚本你一定要自己改自己看，哦，不然这种东西乱做出来啊，大家也知道他是用 ChatGPT 去做的 ，ChatGPT 虽然很厉害，但是他更厉害的是鬼扯淡，哦，你如果全部都让他写的话，你很容易出包，哦，但是它这个就是帮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脚本，哦，那脚本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然后让它去帮你制作脚本出来，甚至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复制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 Avatar 那边去念稿出来，非常简单。那还有一个东西啊，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屌的，哦，左边这边它有一个 Video Translate， 哦，就是一个翻译的功能，很简单，我这边选一个，哦，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这个影片了，那我们直接上传，然后直接给他选择，我们现在要让他用美国的发音，然后直接就选择这个 translate， 他会扣点数嘛，哦，原则上你不付钱啊，你真的是做不了什么事。这里有个价目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觉得 有点贵啊，如果你真的有在用的话，你再做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需要排队。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排到20000多个了。好，那我们如果不想排没关系，我这边已经做好一个，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原本的影片长怎样。哎，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这边呢是日本的那个表参道，哦，那可能那个现在很多人都会来日本嘛。好，那接下来来看一下他翻译出来长怎样。Hello everyone, I am Computer King Ada. This is Japan's Omotesando. And many people may come to Japan now.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en coming to Japan? In the past,
it was set to pay money. 直接把我刚刚的那个中文的一个影片变成英文了，而且最厉害是他连口型都对得上哦。他不但可以翻译英文，他还可以翻译像西班牙文、德文、日文，总共有14种语言。不过呢，目前啊，这个服务最长只能做5分钟，所以说你如果超过5分钟的话，你这个影片你可能要自己先把它分段，然后慢慢上传，慢慢做。如果说你是一个专门做教学知识型创作者，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很简单把你的中文内容变成各国语言。不过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在做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去做一个校稿的动作，因为像我这个影片中文叫西瓜卡，但是它正常是水卡嘛，它就变成 water lemon 卡了。这边的话，校稿部分还是要自己做一下。那讲了这么多优点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缺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分零元之后全部多少钱。如果说你要做其他更多的影片，它最便宜的话，它有分年缴跟月缴。像它月缴这一个月是59块，它有30个 credit， 那最长可以做一个影片5分钟。那它也有年缴，年缴便宜一点点，我是觉得都不便宜。但是呢，如果你有大量影片制作需求，这个我是觉得还可以考虑看看。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这个公司啊，他是中国公司。如果你对中国公司有疑虑的话，我是建议你也不要用。那至于我自己啊，之后会不会用这个工具来制作影片？老实说啊，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些补音鬼，或者说一些亡羊补牢的动作。像大家都知道说啊，我们拍影片不是单纯的坐在这里，那拍影片这么简单。哦，它有收音，收音呢是整个拍影片最重要也是最麻烦的部分之一。哦，有的时候我们影片拍好了，却发生口误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影片啊，他讲错数字或什么东西啊，他不会重录音，他挂号口误来修正。就算你在同一个场地、同样的器材在补录音，他的音轨都会完全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看我的影片，有时候觉得为什么阿达那个影片有时候会有部分的声音不一样，就是这种情况。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像我现在比较常出国嘛，我如果不在的时候要补些东西的话，也许这样子也可以做啊。或者说不用我操作的一些教学影片，那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形象站在旁边，然后用我声音来念稿。如果真的要训练啊，我应该找 Kira 才对啊， Kira 长得漂亮，声音又好听，那才对嘛。老实讲啊，拍片也没那么简单啊，你认真拍都没人看了，你用 AI 做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一样没人看。以上是我一个简单的心得，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我桌面栏里面的影片，可以让我多玩几次。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就要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提意见。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